2年级单元8第16课 屋漏何必修理 一连下了3天雨 施财的房子漏了 弄得没有一块干地方 家人都怪施财 为什么不早点修理 施财请来了泥水匠 立刻把房子修好了 房子修好了 天也晴了 而且一连晴了10几天 施财懊恼地说唉倒霉的人总是倒霉现在房子刚修好 雨就不下了。早知道天要晴，又何必修理？